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无缘无故的擦起蒙尘已久的旗鼓，你是做贼心虚呢，还是想亡羊补牢？鬼话！我现在说的话，你还相信吗？真伪，本王自会辨别。我奉公主之命，前来确认这旗鼓是否是前朝赠与契坛的。 先前因为太过老旧，再加上博王的威吓，公主一时无法认出。强词夺理！你以为擦得一尘不染，就能隐瞒平原公主是假冒的事实吗？徒劳无功！ 就知道说真话。博王，你也不会相信。那你总该相信自己亲眼所见的吧？在杀与不杀之间，我选择救你的战狼。博王可知其中缘由？没人要求你这么做。妇人之仁，只会陷你于万劫不复之地。 这便是你我的不同，也是晋国与杨国的天壤之别。这一念之间的善，是吉冲和晋王教我的。就算对你心怀仇恨，我也不能被冲昏了头脑，不能做出伤人伤己之事。我相信，邪终究不能胜正。 晋国的命运，一如前朝，最终将毁于杨国之手。